Sh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ve been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今天的安安大明星，然后提早在两点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来了一个线上大家非常期待的人。你看导播从刚刚他进来节目之后，就完全没有 take 我的画面，我然吃醋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平常就是这是我坐的位置。哦，不好意思啊，没这么说，没那么说，就是他是回来说，他说这边好像比较看起来比较舒服。哦，那我们就让他坐这里。他是我们现在这个全民这个，尤其是学生族群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蔡佩萱同学，欢迎你来，耶，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来到这边。真的真的，还可以叫你同学吧，因为你才刚毕业嘛。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虽然你这个在就是算是一个名扬四海的概念，没有啦，干嘛这么？说网络无国界啊，你都不知道红到哪里去，自己都不清楚而已。先跟我们这个安安大明星的所有线上正在收看的人，还有等一下不小心才进来的，还有那个现在他的朋友不知道你在这里的，就通通去把他们叫进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欢迎回到遇见 Ariel。哟耶耶，好久没有这样子。对，上一次也是直播，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现场在录影啦，认真说，然后。我刚刚还在说要叫他佩萱，他就叫他 Ariel， 然后说叫不好的话他就变饼干了。对，其实偷偷跟你讲，你说饼干以前是有一位阿姨，因为她念我名字念不好，她念着 Oreo， 她又觉得 Oreo 太难念，所以她就直接叫我饼干妹妹。哦，真的吗？真的，你也不要这样。你刚刚有看我们在前面帮你那个剪了一小段，算是精华片段，就那是你最新发表了一首 cover 的歌，对不对？对 ，That Girl。对，然后那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大家非常多关注的目光。那中间我们帮你插了一小段，就不是你的原唱的那里，就待会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国中生。对，那你有看到？等一下我们再认真看，说他帮他下的那个标语，反正导播会在那个地方帮我们把它 post 住，所以不用担心。那还是看起来挺帅的。对，但听说在学校英文课不怎么样，但他会唱。Like girl，
对啊，搞不好唱完之后英文就变好了。有，没有，他有写，他帮他下载的那个下的标题叫做英文全班第一，是从后面算的，但他美声就让全班同学惊艳，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对啊，他也因为那首歌爆红啊。有，他就跟着你，然后一起被大家看见。那他有这个荣幸去你的演唱会吗？说不定他有买票哎、欸。哦，这个吗？他好像在中国。哦，是哦，他们都不在这里，是不是？那你不好意思哦，他不一定啊，小孩也可以坐飞机来，你不要这样说。也是。是啊，就他们在大家飞来飞去，也是一种非常开心、新的那个事情。那边啊，这也是就是平时你的那个都在关注的，对，就这些都是你的观众朋友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件事要先请你，就是开启大家对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些热情。嗯，就我们还是非常喜欢听你说转发分享哦，转发分享。对对，那可以先请你帮我们转发分享吗？你已经转发分享了吗？可以转发分享了吗？好、真的，那我们一起来转发分享喽，各位。啊，对对，这是他今天坐在主持人这个位置很重要的事情。啊，来来，定住了，就是孩子。哦，对 对, 对，就是这一位。你看，为什么不要看他的脸？你再回来一下，他唱完一大中间的，他等一下会再回去。对对对，他很认真在教室表演这首歌。哦，你看，对，天哪，歌曲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真的因为一首歌，我也相信啊，就是大家为了要这英文歌嘛，那他喜欢你，他就想说，既然要模仿他心目中这么可爱的女孩，他一定要全心全力。对，他可能把他毕生学英文的那种用功的程度，完全就放在要学这首《Like Girl》的上面，然后他就开始认真的唱。你有把他那个全部都听过吗？有，我当然有，他会想哭吧，因为他说你是他的女神、欸、没有，真的，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一段剪到微博上，可以给那位朋友可以搜寻到。制作人，你有听到我的请求吗？制作人现在在进行转发分享。好，那我也一起来转发分享。好，你要跟他们说，然后要记得他们按加一，有分享的要加一哦。好，对，记得要跟我说已分享。好，等一下哦。好，以下三分钟时间都让你一直讲转发分享。转发分享，对对对。啊，我也要来转发分享。你也要来转发分享，对不、啊、对？然后我们今天有在 IG 投票吗？今天。阿爸，你先来一张自拍，然后上你的那 Instagram 去。好啊，可以啊。天哪，就像平常直播一样。对对对。然后现在正在三立新闻网线上有16000人跟我们一起要转发分享哦。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转发分享。对对对，我们要请我们总编辑要跟我们一起转发分享哦。大家一起来转发分享。是是是，对，我们总编辑转发分享力量很强大的，他是总编辑呢。对对对，好，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然后那个佩萱算是带着大家的祝福跟期待回来，但也有一点心里小忐忑吧，其实有一点点，一点点，当然还是吧、因为毕竟就是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现在终于要搬回来，觉得是搬回来耶。对，所以你在那边这段时间大概生活了，已经有刚刚跟你简单聊到，你的人生有两个家，一个在台湾，然后一个就在加拿大，然后你就是大概来来去去都有一些时间上面很特殊的缘分这样子。对对 对，讲一下好了。对 对, 對，这一次回来之前的这一段加拿大的生活大概过了多久？就是我最近一次去加拿搬回加拿大是15岁的时候，然后所以整整八年，八年哎、欸，对，然后你现在回来就是，哇，你在那边其实也得到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是吗？对，刚刚药学系，药学系哎、欸，对对对对对，真的。那像你以后工作疲劳这些，应该要吃什么样的补品？比方说我们的总编辑就是在打字的时候，可能眼睛会花、啊，对，然后他长时间坐在办公桌上，可能就是腰酸背痛，对，会腰酸背痛。身为药剂，我当然知道药剂师不能随便就是抓药，但是你是说、怎么样提醒他们有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多休息，多喝水，这是最健康 的，还有多运动。多休息，多喝水，刚好这都他不能做的事哎。那他现在应该要搬一个什么贵宾席的位置，让他坐在我们前面，然后看完我们这段那个节目之后再回去上班。对，就是、是最好的方式。桌前就大概准备就是2L的水，然后确保在下班前一定要把它全部喝完。喝完，对，所以一天要喝到这么多、哦。就是尽量多喝水，我觉得。所以他们在办公桌上面这样子工作长时间，对。就是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他们有在流汗呢、啊。可以去多上厕所。哦，是哦，就是。然后上厕所刚好可以 relax 一下、relax 放松回来继续冲。天哪、啊，这是来自一个那个药学的药学大师。哎，算这个拿到这个学位之后，如果再考到证照的话，你就是一个合格的药剂师。对, 对, 对，我已经考到证照了。哦，你其实是一个药剂师。我考完证照才回来的。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不唱歌的时候可以去医院兼差，是这个意思吗？大家可以来。你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讲，那个医院这个如果知道谁在去你那边，都怕很忙，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天哪。
看最好的药方来你这里抓的药就是你的歌声了、那是我回来唱歌的目的，希望可以聊、用歌声疗愈大家，不要用药物，药物自然不自然、我也觉得就是用歌声是最好的。那这一次其实佩萱带着一个演唱会的这样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安排回来，但是就是此刻你听到呢，如果想去买票反正也是来不及了，就是只是跟你讲有这件事而已。那你还是跟他们讲一下这件事好不好？所以会来演唱会的小日日们，我们就8月19号见。8月19号，对，在那个在华山 Legacy。 在华山 Legacy。 对对对对。然后那就进不去的人就在华山广场等你走过去这样子，或者是在就关注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常常会有新活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在那个票卖到一张都不留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非常的感恩跟感动、怎么这么说，就大家长时间真的很支持你，然后 你任何一个那个 cover 或是原创然后发表的歌曲、就是每每都可以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对，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就觉得平常都是跟大家在线上互动嘛，然后这是终于搬回台湾，然后可以在演唱会现场跟大家看到大家，这种感觉好像就是网友很久没有见面的感觉。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网友有见面会嘛，真的对吧？因为长时间以来就是大家就都看得到你，对对对，但你只能点名，所以你也不知道谁特别的长相或是让你曾经有什么印象深刻，但也因为这样可以被你记住名字的人他也真是觉得三生有幸。因为我常看你在点名那天会有一种说哎，这好像是你每天必会点到的人。对啊，因为他们就真的从我2年直播来每次都到，每一次 你要想如果2年的直播每次都在，就因为我一个礼拜之前直播3次，现在直播2次，每一次都到，你真的是会觉得很感动啊。这就是这个时代很特殊的一种，就是算是对你的期待的反应吧，因为他还会记住你固定的时间会上线，然后他会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你忠实的收视户，没错。所以你那些转发分享，转发分享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听了一些转发分享，他今天晚上就很好睡。我就想说有事吗？这位小姐从一开始直播就叫人家转发分享，旁边的人还很嗨，一直在那边加一加一加一。对对对对，我想今天我终于在亲自在他在我耳边说转发分享，我就心想说我应该也会转发300遍吧。发生什么事？制作人你说，有话好好说。哦，这太 over。没关系，没关系，说一下。然后他的大名是，让他点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叫 Bobo。 Bobo 怎么了？ Bobo 说可以去看你的演唱会，此生无憾。哦，谢谢 Bobo， 我能够唱歌给你们听，我也此生无憾。天哪，你真是好会哦。没有，是真的。最好的药方原来是你喂我吃什么，我就喂你吃什么。这个我在药剂学学到的。哦，真的，感觉上来说就是一个这样很棒的方式，就是药剂学带给你在那个科学这件事情当中一些新的可能思维，然后回到人性啊感情面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用更多科学里面没有的力量。对对对，是不是这样讲？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西药学的都是那种你就是要扎药啊，吃什么药啊，做什么事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像音乐，我就觉得它不是一种药物，但是却能够带来是心灵上的疗愈吧。真的真的，放轻松了以后，人没有不要有那个压力，好像连病都会好，病情都会稍微缓解。然后如果真的长时间用，这也是有些人崇尚某一种自然疗法的概念，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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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没有压力就没有病痛嘛，所以身体健康，那个好像抵抗力就会很好，差很多。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整个三立新闻网都会因为你的到来，哇，全体健康，真的。大家多喝水啊！要，一定要多喝水。然后今天此刻开始，你来啊，就是一定要线上唱歌，而且我们今天好有荣幸，要听到都是那个佩萱的那个为了这次演唱会之外特别去做的创作的，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吗？我就是演唱会也会唱的歌曲，但是现场会有 live band， 然后今天是卡拉。哎，对耶，你平常都是一把琴自弹自唱完成，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次在演唱会上其实编制来说也算是首次跟其他乐手合作的概念，对不对？对，去年演唱会有跟乐手，那今年就是因为场地比较大一点，所以规模也比较大一点。好酷哦，对啊，所以办演唱会，所以你也会有想进小巨蛋的心情。当然啦，这是每一位歌手的梦想。真的，然后我们今天就现在这个，我跟你讲，我们这是四面台，跟小巨蛋的结构是类似的。有感觉的。那你待会就好好在这个地方啊，就开心的表演。你第一首歌曲要来为我们做哪一首歌曲的演唱？我们来唱《因为曾经爱过》好了。好，要先唱《因为曾经爱过》。好，这是我们
你哎，你是回台湾第一个上的节目吗？对，就是天哪，好荣幸，所以你是第一次就是在非自己的那个频道里面的现场嘛？对，天哪，热情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双手借给我，用掌声欢迎蔡佩萱回到台湾第一次在节目上公开现场，因为曾经爱过，欢迎蔡佩萱，谢谢，耶、yeah ，好，那我要来站起来唱，好。然后这一首就是因为曾经爱过，回忆是一首歌，唱的人会心碎，歌词写完，清风已流行人宿醉。我们说好不回头，但可以在无人时落泪。如果爱情可以重新包装，结局更美。伤得越重，爱得越浓，越痛越深陷牢笼。我们都捉太紧，直到来不及放手。你的情节，我的心痛没出口。我的故事，你不会懂。以为忘记的，其实只是以为不会痊愈，以为曾经爱。谢谢大家！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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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对啊，这是平常那个要透过那个电脑啊、手机啊，任何一个怎么配啊、怎么样，都通过直播才能看到。然后你今天这个就在我
旁边唱歌哎、欸，我觉得好酷哦、喔！而且我刚刚真的做一些幼稚的事，就是在你唱直播啊，没事，我刚刚自拍了几张。哦，我唱的太忘我，没有看到。啊、对对，没关系。我刚刚你何止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摄影大哥啊，都上街来拍你了。然后他发现他一直只能拍到我，所以他就回去了。哦，因为你太专心。没有，竟然歌也是重点。没有，节目的重点。就是刚我不小心做一些、啊、这种幼稚的事情。没有，而且我们等下也可以好好自拍。哦、好好，没事没事，是有一种，没有真的自肥哦，不会、啊，那看起来也很好看、啊，是不是？对啊，仙女漂亮啊，对啊，怎么会这样说？对，哎、欸，如果那个在台湾，嗯，就是他们很爱问你的嘛，就在路上遇到你的话，对，可以跟你拍照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你平常都会去哪里啊？平常就不能说、这个秘密，这个只能是秘密了。不会啦，就他们可能会在那个任何一个地方搜寻，就不期而遇的那种缘分才奇妙嘛，对不对？对，对，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缘分。对，那就是真正是真的相逢有缘，对，才会在路上这样碰见。对，那就真的还蛮酷的，还蛮酷的。哎、啊，回来几天了、啊？这样算算一个礼拜。有时差吗？有，绝对有时差。会，就是会中间差了多久、啊？因为你在你住温哥华，对，哦、差了13个小时，好像差不多。是不是？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直播，为了要跟，就是可能主要，也许 maybe 像一些华语地区，尤其像台湾这边，然后你可能要算好那时间，你在那边。其实是半夜啊，早上5-6点要起床，就那种黎明时分，就是明明就还没有天亮，还是要就硬逼自己起床、嗯。那家里还有谁？就你弹着琴，他们会觉得怎么了？这孩子为什么七早八早起来弹琴、嗯？对啊，其实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因为他们就会早上起来帮我加一些东西。哦，对，对因为毕竟还有一些设备。但你也都很自在啊，都每次往那一站就好了，也没有要干嘛，就站好，那琴一弹，对，就是开麦，然后那个防麦的喷那个。这样好，就这样子对，差不多。然后之后就回去倒着睡。对，那唱完之后，爱的人就走了，就继续回去。你那个直播其实大概都维持在1个小时左右。其实后来有到2个小时，有到2个小时，对，因为会跟大家互动。就是对对哦、我们刚好有个节目叫《欲罢不能》，如果你有哦，真的吗？刚好对对对，就1个小时变2个小时，2个小时变3个小时。我们主播也很喜欢你，所以那个下次如果他有邀你的话，你可以考虑来跟他也聊一下天。好好然后那个在那个状态当中，你的那个直播就会呈现一个非常几乎是接近完美的状态。你是如何让你每天都有这么多的 energy 吗？嗯，而且那个。都可以这么四平八稳的让他从头到尾好像能量都没有变过哎、欸，其实有人唱歌会累嘛，对不对？你好像真的都不会，就是其实因为看到因为直播很有趣，你会看到每个人即时的反应，嗯、他们不都在那边加一加一，叫我这样子，这是什么反应？还有点歌，对啊，赶快唱，是啊，他们都最直接吗？叫我，哎，因为现在有人在叫我，制作人自己在留言叫我，不要叫他。嗨、啊，你好，我在。没有，其实因为看他们的留言就觉得很鼓励人心啊，是就觉得如果他们都愿意每次都在那边支持我、哦、那我就觉得那我也一定要好好的做直播、欸、我要帮他们争取一些小福利，就认真讲、嗯、就你有特地有印象啦、啊、就你无论你没见过他们没关系，但脑袋总有几个名字，随便唱个10个都没关系，你有唱个就讲出来、哦、比方说什么 George Michael 啊什么的、在那个概念有啊，就是其实我们有个小鱼家族，对，然后我们也有后援会、哦，然后后援会当然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核心，包括球球大家长啊，还有 Harmon 啊、Puma 啊，他们就是三个特别在管理尤其 YouTube， 他们就是每次直播把我的片段都剪下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回播听。对、嗯，所以很辛苦他们、嗯。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小鱼，快说讲、啊。你现在在考验我的记忆吗？没有考验，没有考验。万一我得罪人家怎么办？不会得罪，但现在是一种额外的加分。就你不要担心得罪，那其他人就会用尽各种方法让你记住他，这样。真的吗？当然，因为你是一个这么充满正向能量的人，他们不会跟你。不会跟我计较，他们被你点完名之后，天哪，他人生就是有一种得到了大礼物，比中了那什么运彩乐透彩还要跟他开心。有他猜世足赛冠军都猜不到，但他竟然记得他的名字。有啊，常常看到，比如说任爸啊、西瓜啊、小荣啊，然后阿达、小颖啊、Dream King 啊、荣 A 啊，然后还有好多人、啊。我跟你讲，我就是刚刚name其中一个人，我都会想哭哎、欸，就这样被你点到名。今天这段节目过程当中，他未必立刻及时就看见，但他如果回播的时候看到这一。突然就想到，天哪！我的团长叫我，我还要想到更多哎、欸，是不
么启东啊、玉伟啊、什么赖赖、啊，我们就一直讲到三点啊，没关系，就是讲、哦。我相信你有那个一大堆的名单，因为你的直播太可怕了，就是每次线上有这么多的人，然后在透过用这样的方式在陪伴你，然后也造就了你可能是去做更多表演的动力。对，真的，你们都是我早起的动力，真的真的早起的动力，这很重要哎、欸。每天起床都是想到、哦、想到这些名单，好好我起床。而且我刚才应该跟我们家隔壁的妹妹讲说，天哪，我跟你讲，那团长那起床的时候，离子夹不知道夹多久，头发都好漂亮。啊、我你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心酸是不是？我去哭一下，没有了。我光头发要弄多久？好像你们看到那漂漂亮亮的。而且重点是直播完之后，常常还要去考试。哦、嗯，对。然后我考试的时候，然后我朋友会说：“天啊，你刚刚不是才在直播吧？你怎么突然间赶到现场来、嗯？”你不要这样讲，是不是你的老师教授啊，都也是其实有他们。他们还蛮关心我的，有啊，其实还蛮感动的。我也相信，我相信，因为我第一次就这么近距离的看到你，嗯，无论说知道你要来的，我都这些准备啊，都真的是透过网络所看到的。对对对，其实隔着那一层那个屏幕啊，对。对，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人的那种温 度。其实看到你的时候是觉得，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我相信看到你本人的会有更多更多喜欢你的人，应该会靠近进来。真的吗？会，就是那种感觉不只是舒服，或是一种带给别人那种开心快乐的能量。你也是啊，我就是对啊，所以我才会跟你。你看，有人就立刻起来运动了。他这样听你讲，他本来就是总编辑的，总编辑今天他现在去倒两桶水，然后放在那边喝。有，其实可以试试看哦，每天多喝水。我相信，但是有一个。因为疗愈的力量告诉他怎么过健康的生活，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他很辛苦，没有，就是你知道，真的。然后我好想问你，就是有特别难忘的印象，你 cover 过的是什么歌吗？ cover 过，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一样，我最印象深刻，啊、真的，对，因为那时候那首歌是我第一次自己编曲啊、录音、混音，就全部自己做。然后那时候我做到我头快爆炸，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花了多久时间？花了一个礼拜吧，那时候放寒假，其实我们寒假只有一个礼拜、啊、所以就编了一首歌。不会啊，这表示你爱这件事啊。所以你现在才能有办法全力回来，说是有这种热情投入嘛。对，其实我做的是很开心，然后我朋友就会觉得我很宅，就说明明寒假只有一个礼拜，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出去？然后说没有，不好意思，因为要帮那个小鱼儿们，对，好好的打造一首鱼缸里面的音乐。对，我说你们也在等我的音乐是不是？他们说、啊、好了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情。这样子、哦，对，其实我的朋友家人都很体谅我，虽然他们知道我就是平常很忙。不会了，但我相信你是一个就是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到位的人。你看说，对，你的药学系毕业，刚刚也特别问你，你那个执照都考好了，所以你也没有浪费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嘛。对对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讲说啊，这个人红了爱唱歌，他一定就把那事都放下，没有、各位朋友。我一定要拿到我的证照，我跟自己讲说，如果我没有拿证照，我就不回来了。哦，是，没有了。不会啊，这很重要。其实那时候没有跟大家讲。这是我自己心里头会有下定一个目标跟志向，我感觉这样很好，就是你也鼓励现实这个时代里面要去从事一些自己有兴趣工作的朋友，那尤其他可能在学的时候就把那个身份完成，对，而且就是做到最对最能够到位，就是也算是给父母一个。一个交代，对对对，要做就做得最好。对啊，他也不知道他女儿这两年会因为唱歌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但他心心念念还是说，我带你来加拿大念书，哎，就是希望你功成名就，万里成风。对他们那时候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不要管音乐，你去，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大三要学习的时候，我准备要去念医生了，我要那时候那个暑假其实要考医生的考试，嗯，然后我已经准备好，我爸妈说好你就去冲，结果没想到我开始做音乐，然后因为做音乐。时间花很久了，我那我就只能选择，要么我去考医生，要么我去做音乐。那我当然是做音乐，那是我的那时候你有点，就人生还是会为了一些自己的理想，对不对？对。但你还没有，你也没辜负他们的期待啦，你还是拿到了药师的执照。对，我还是把它完成了。要，你现在就是就算不唱歌，还是有可以一技之长去。对对，他们就比较放心。我相信，就爸妈只担心小孩，就是怎么办？有一天你独立了，要能不能够好好的过生活，对，对吧？对，真的。但他不晓得，也许你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用歌唱。征服很多人的人，同样也是疗愈嘛，只是用个不同方式療癒。对啊，因为我们不一样嘛。对是是啊，对，哎、欸，你好会啊。对对对，那我们不一样，你可以现场唱一下吗？哎、欸，真的有哎、欸哦，真的吗？不好意思哦、喔，因为没有准备什么、那個。这突然间被 Q。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我相信就是信手拈来，就一小段。信手拈来嘛。是，对对对。
好，那我要先喝一口水。你喝，你要喝十口都没关系，反正在看你直播没喝水也很奇怪。大家都会一直叫我多喝水，多喝水。对对对，你刚刚都叫我们总编辑多喝水，他都喝完坐回办公桌了，你也要喝两口再唱歌。是，下次唱歌要放两桶水。要放两桶。节目没有完成之前。没事没事，就是你要放三桶，现在制作人都去扛过来给你，他现在你可以来，他超开心的。有那么多水。有，他一直在留言啊，叫我都到现在都没有叫他。哎，你好你好。好，来唱歌。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然后忘词了，差不多这样。你直播的那个唱歌过程当中听到你说我然后我忘词，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今天最值钱的了，就是今天的 highlight。 哎呦呦呦，直接 highlight 起来，然后这个会剪出来，就是剪出来就重新播一百遍。请问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都可以感受到他要叫我不要坐在旁边吗？哦好，那我其实我是不好意思啦，就是太靠近他的那个女神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哦，他需要看留言吗？那你拿上来啊。我要看留言是吗？好好好，就他们习惯还是要有你那个，还是要我跟大家互动一下。我刚刚只是不好意思，我想问这一方原地都要留给他哦？真的吗？网友，谢谢网友哦。对 对, 對，没有没有，就我习惯坐在这边，然后就突然间、啊、不好意思，然后我没有突然间就听到，哎、欸，不好意思、哦，我在跟你聊天，真是太糟糕了。没事没事啊。好，那我看一下，啊、你先看一下留言，然后看有什么要回复的。有，马上那个球球大家长说那一段忘词要剪哦，真的吗？是不是很棒？是不是球球大家？我是人超好的，对对对。然后如意说好可爱，要啊，有可爱不用，可以不在，可爱不在话下了，真的好棒哦，真是。有看到大家记得要喝水，喝水，要，对啊，大家都很贴心，坐近一点，有。好，我坐近了，我坐近了，我刚刚不好意思哎，太靠近你们家那个团长，我怕被你们围攻。不会、啊，对对对，没有啊，就有什么样的。就是我相信你的喜欢你的，我们称之为粉丝吧，或小鱼儿，应该心意上都跟你是一样的，温暖的，然后觉得亲切的，对不对？然后他们，你看从他们的语那个留下来的文字啊，也都可以感受到说，哦，他们其实也是一种体贴，对，非常感觉很好。我觉得就是人会带。把你的好，然后也会影响喜欢你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相信无论你是透过什么平台，然后造就今天这样的名气，但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接下来就是好好去享受，然后并且在这其中，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因为你而得到更多开心跟愉快的事。我每次都说转发分享，然后其实我下一句会说转发分享音乐的感动跟正能量，所以那是我做音乐的目的。我觉得是。然后今天啊，那你等一下可以帮他们录一个什么台舞转发分享、哦、转发分享哦，感觉真的很好。对对，因为常在讲这句话的一些直播主啊或是什么，就是可能感受不知道哎、欸，但是从你刚刚在我身边这样讲这句话、嗯、跟我在线上听到真的是不一样、嗯、那里面真的多了很多那种你讲的，就是希望做一些快乐的分享，对，不只是好像想要得到一个人气，因为你又不在那里收到礼物。对啊，没有啊，其实就是一个赞，真的是很纯粹的想要把音乐分享给大家。尤其其实我那时候有考虑过，就是不要再做直播，因为那时候我的学业真的好累哦，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你真的在会稍微休息一下。那其实我没有，后来都没有休息，但因为我就觉得就尤其每次我在做完直播，然后粉丝或者小人们就会跟我讲说。其实因为有人演直播我才走出什么阴影 啊, 啊会、啊、人会喜欢把心意寄托在一个好像可以相信的力量上面，对，那你就成了他们那个心灵上面可以去给他们力量的人。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义，他有些秘密不能讲他只能跟你说，所以你很重要。对、啊、好不好，真的、嗯、回来两个礼拜了，有想念加拿大吗？其实有一点点，真的。那不然我们来看一支你在加拿大拍的美丽的 MV 好不好，让你回忆一下当时在那边拍摄的片段，然后回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 MV 里面到底你去了哪些地方、嗯、然后在那里有什么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歌叫什么来让你自己介绍？为了等候你。为了等候你，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一支这个蔡佩萱在温哥华拍摄的音乐录影带，没错。
喧嚣人群里，像树树里，在寂寞深夜里，回忆甜蜜。你是满天飞舞的花絮，你是空气中沉淀的安逸。多么想用全世界吻你，用一生呵护形影不离。小鱼 logo 哎、欸，对，很美，谁帮你设计的？公司帮我设计的。哦、真的，刚刚可是刚刚我跟那个佩萱在聊的时候，他说拍 MV 是好朋友一起帮你完成。对啊，对啊，真的是很专业。对啊，我就是我朋友都好 talent， 这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时代的喜好一件事情的，他们自己的就是算是。帮自己做的自我要求，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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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要做到最顶尖，没错，是吧？而且他们也是学生，跟我一样，我是药学，然后跑来唱歌、嗯，他们是工程师，跑来拍影片。所以在座的各位、就是，如果你有其他兴趣，你应该就是要好好去认真研究一下，对对对，好好去玩。好，这样看到的时候就想到你的加拿大。对，想到我的暂时没有要回去的计划，暂时没有就算飞来飞去也可能不是最近的，不应该不是，因为最近就是忙着、嗯、就搬回来做音乐啊，嗯、对啊对啊。啊，拍那个 MV 的时候有已经决定要回来了吗？还是还不知道？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考证照，所以哦，就是考上了再说的那个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哦，但是差不多其实知道自己想要回来做音乐、嗯，然后在雪地里面还能美美的，真的辛苦你哦。没有没有。
真的，我后来才发现，真的那些拍戏的演员非常非常辛苦。真的，真的。真的对，我只是一个 MV， 然后那时候零下-6、-10度，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我要对嘴，啊、对，还要就是一副那种很轻松的感觉。有，然后那雪飘下来，你冷的要死。对，其实心里想说，好、哦、快冻僵了，快冻僵了。对，你还要这样笑笑的，然后那雪花洒在你的长发上。对，我就想说那些演员真的是很厉害。哇，有一天你会拍更多更奇怪的 MV 的，啊、对，之后在这慢慢的，你就会尝试到，因为全部做音乐，全新做了，所以你就得要更多的心力投入这些事。对，而且其实我很爱演，所以其实后来还觉得啊，算了，就演一下，而且还好。对，刚刚那个琴也蛮配你的，对、啊，看起来很高档。他是赞助商 Fazioli，、哦、对啊。对啊，那时候就是你看你在那个地方，然后连做这些事，在海外都已经有人。很深深的为你的歌声所迷恋吧，可以这样说。很开心，对，他们着迷了你的歌声，然后在歌声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自在。嗯，就是那是我做，真的是我做音乐的目的。然后最近你还刚刚就是今天等一下还会再唱一首歌。对。那我们要先分享，然后只要转发分享，然后再转发分享，大家一起转发。人数到破了在10万的时候，我们再唱歌。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节目收掉好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破10万，生气。”没有开玩笑，不要这样子。对啊，应该叫那个有买票的人上来留言，看他们有没有想要在你演唱会上听什么歌。对啊，你有开放一个这种区域让他们去那个稍微对，有啊，每次直播其实都会点歌。但我说演唱会，演唱会毕竟还有 band，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比较难。你要这样，你要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好，那卖个小关子好了。好，对，这样。而且现场，哎，我跟你讲，可以被点歌，也表示他们对你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深刻不可以没有的那种印象，代表作。当然了，你演唱会曲目排一下了，现在大概几首歌啊？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小透露一下，不用讲内容，不用讲，让他们知道，说进去会得到多少的音乐的洗礼，这样。会有很多，先不要透露太多，但是一定会有代表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歌曲。就是只要想到这歌，就一定知道。就曾经你唱过，让他们就是印象深刻到无法忘记的。对，就是大家会喂、欸、听过哦，好，我们可以一起唱，真的很酷哎。然后你应该这两年来，然后这也算是一种很美，算是一个小成果发表，对，算是啊，然后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是一个新的开始的那个起点，新的开始，没错，就是要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那怎么办？他们会说你现在要全力做这样子那个音乐上面的路程发展，你还会用直播的方式跟他们互动吗？会啦，只是我们现在在搬家，好在搬家，不好意思哦，最近在搬家。整理家里，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会整理家里的女孩。我在学习当中。那你从温哥华搬回来也整理不少东西，好多东西哦。真的，我们本来今天是想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整理一下总编辑的办公室。那这个可以练一下身手，好啊。但是因为这节目有限，如果我怕线上的人大家不开心，他说你们要整理，可以等一下再去吗？我们可以先听歌吗？不好意思，好，我只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對對對，我的另外一个技能，你知道吗？对，所以、搬家打包这些事情真的很难呢。其实真的很难，你要很有组织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在这工作的那个分享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的粉丝有一大堆都是学生，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学校那个附近的宿舍，搬到那个上班公司附近的新的地方。对，你必须要很有组织性的去打包、跟拆、跟重新再放好这样子。你那个搬家过程当中第一个装箱的是什么？衣服。因为女生最多的就是衣服。对，然后衣服怎么装？是一整袋这样收起来，还是真的一件一件这样叠？但是衣服也有技巧，因为你要衣服你全部装一箱就有点浪费，你必须要塞一些东西，然后有空档的时候你再拿那衣服给它塞在那个小小的缝里面。那你那个装好一箱一箱是都寄回来台湾吗？有寄回来了，寄回来了。就是因为加拿大暂时没有那个，就妈妈说，哎，你把那个东西先放好，塞在柜子里。有想过，但是觉得应该放在那边就等于没有用了。也对，但寄回来还是派得上用场。对，还是派得上用场。天冷的时候，希望天热的时候都还是可以先穿。虽然回来、你看起来也都已经是干干净净、素素雅雅，非常的简单。对，我是走简单风的。真的，马甲线今天有带来吗？在这边。哦，不好意思，对我们节目今天没有给大家看，请你们去看。请看 Bad Girl， 谢谢。对，为什么制作人突然冷笑一声？我们没有要看马甲线这件事，有得到回响吗？网友又说什么？哦，在唱十万吗？
到这里。哦，真的吗？小月份真的很认真。我觉得我喜欢你的朋友这样子，你毕竟你知道你是一个团长，你一声令下，海底水族箱里面所有的鱼朋友都要来了。小鱼们真的很贴心。对对，哎，你帮我们解那个事宜一下，就我们那边可爱的妹妹，就是一直在查团长，查不到团长，她现在说给你听哦，你好幸福哦，你可以现场听她事宜耶。对啊，对，她真的很好奇，就是你问团长是怎么来，是是是，对不 对？其实就是因为 Ariel 是小美人鱼嘛，哦、美人鱼，然后所以她身边有很多小鱼儿、哦，所以喜欢我的音乐的朋友们就是小鱼儿、哦，然后我们有个小鱼家族，所以小鱼家族里面的小鱼就喜欢叫我团长。啊，他真的很用心耶，因为他今天说，哎、欸，哥，你今天是那个蔡佩勋要来哦、喔，对，我跟你说怎么什么，他就开始咕咕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这首歌你一定要加唱，然后什么什么，我就说，哎、欸，他今天有准备其他的歌，说，我跟你说这个下面的，他很认真在看，他就是你其中一个那种可爱的人，他说，那你可以帮我问一个问题吗？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为什么他叫做团长？对，这个很多人都问，所以、哦、真的吗？对对，你不是第一个，不用担心、哦、不用担心，好好好，欢迎加入小鱼家族。有有，他是他一直都是，他今天也很开心，你看他人都来到现场，因为他今天就知道你们要，你就说你的很多很多那种喜欢支持你的人就是像这个样子，他也、嗯、现在也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暑假来这边实习、嗯、所以他也即将要有所谓证照啊什么这种考试。对对，加油加油，对对，加油，所以要鼓励大家，然后鼓励大家。这一个2018年非常的特别、嗯、就最近一首歌你其实本来只是为自己的生活记录做了一些，对，真的算是纪念，纪念是这样没错，殊不知它就成了大家拿去纪念这段重要时刻的一首歌。对，真的，其实那时候、嗯、无心插柳柳成真的哎、欸，我的中文其实慢慢再回来。 okay, okay, okay. 慢慢再回來。哦，真的吗？所以在那边你其实还是会接触一些中文吧？没有，其实只有直播的时候越讲越顺、啊、我第一个直播应该就是然后就会不自觉跑到英文、哦、几月几日的时候我们想要去钓那个袋子、哎、不用了大家会不会我们自己会去找您不用忙着这个对对 对, 對、哦、不好意思，他们十万冲到了吗？不然没有要唱歌开玩笑，制作很生气的，他说他现在要去买榜，发现没有办法哇，他很冷静的看了我一眼，你有看到他吗？有有有有，辛苦了辛苦了。从你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他只要看我的时候，都是在跟我讲线上大家大概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了，我们其实今天佩萱来，就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分享音乐。嗯，没错，这首歌今天必唱，一定得要唱。这是一个当初创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写歌花了多少时间、嗯？其实这首歌很快、欸啊，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要编曲编到一半，我突然间灵机一动，想说，其实要毕业，然后其实我隐隐约约知道我可能会来加拿大，然后我要跟我朋友、跟同学都分离、嗯，我想要写一个毕业歌纪念这个心情，然后纪念这一段日子，然后顺便送给我的朋友或所有毕业的学生同学们，然后刚好我就做出来啦，然后很开心。后来我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无意间搜寻到好多就是国中、高中、嗯、大学都拿来当毕业歌，真的，有人还在那边跳舞，你知道吗？跳群舞，就觉得哇，好酷哦，好酷哦，很棒啊，就这样子，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站上去就是登高一呼会有人回应你的人，所以你写的这歌，他们也在想说啊，我要有一首跟我这个。生活比较有直接关联的毕业歌，我不要再唱以前那首歌，所以你的歌就变成了大家的首选。毕业歌真的很开心，好棒好棒，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要拿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好吧，我们就来听那个团长。好，青春有你，青春有你，青春有你，那我要喝一下水，你喝水喝水，喝水时间，好了，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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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哦，团长喝水，哎，对，记得拍团长喝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面。这样我有点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你在直播都不会不好意思，现在有什么关系？好，大方的喝水，大方喝，大方喝，不够我帮你倒。快喝完，好，快喝完，准备喝完，要等他站起来。我们现在依照那个团长的平日直播的 tempo 来进行节目那个相关内容安排。没错。对对对，不好意思，还在喝水哦，导播，请你稍等一下，好吗？我真的喝完了、啊、你还要吗？我帮你倒快点，没关系，等一下应该会想上厕所没关系，节目结束的时候再去就突然间想去上厕所我们都可以等你，真的。好，来听你唱歌咯。 好，青春有你，青春有你，然后其实演唱会的名字也叫青春有你，刚好回来然后记录这一段人生的里程碑，终于回到台湾，然后记录，谢谢大家，青春都有你们。
次见面，我们又会在哪里？是否会仍有相同的默契？教室里有我们青春的身影，踏出操场走进了回忆。谢谢大家，谢谢青春有了你。耶耶耶，请坐，请坐，请坐。太开心，我们今天提供的服务很多。我们怕你回来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回来台北，然后一时之间很想念英文的环境。嗯，对。所以我这边帮你打了一个帅哥，如果等一下想要聊英文，他可以陪你聊一个小时。哦、oh, ，OK 啊，他从英国来实习。哦、okay 啊， oh, 你哦， oh, 英国，Hello mate， 是这样吗？嗯，大家英国好像喜欢用 mate。在加拿大好像比较不会、没关系，你们两个人有空再好好聊一下伦敦跟温哥华之间要用什么方式来连接。我们今天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多，那如果你觉得说想要有一些中文的洗礼，刚刚那个喜欢你的那个妹妹啊，好，对，她是正大中文系的哦，这哦，这是请教，请教、没有，不用请教，对，她也很乐意跟你有一些那个，然后中间刚好有一个可以帮你做传播的，哦，所以我们当然都很好，各式人才，相当相当完整，就是这是一个暑假期间，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好热闹、哦，对，你们那边的那个放假的暑假都在干嘛？就是大家实习嘛，就他们就是对，我们会有对对对，如果是药学系就是实习、哦，但是如果所以你也看过一些医院里的状况，有我有去温哥华、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还有我自己的 UBC 药学系、UBC 的医院实习，
我那一周应该是人生最糙的一周，是，对对，但是是一整个月，所以后来几周就越来越好了，就也看到一些就是受到那个病痛困扰的人，对对对，然后也要用药物，然后就对要帮助他们，他们都是可能就二十几种药，嗯，然后我就要去解决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个药没有用，这个药会不会跟这个药抵触这样子，哦，对，所以每天都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的就好像生命全在我手中，有所以其实，哦，这样听起来你其实，无论是在做学业的部分或是在兴趣的表演上，你都有一些使命感，对，就必须让人家的生活是安全舒服的，对，舒服的， 对， 对， 对，这个讲得很好，真的是从你开始成为公众人物以来，你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赞美，赞美吗？认真说，就他们不但会说很多好话，好喜欢你哦，你唱歌真好听啊，或是怎么样，你有特别喜欢他们说什么？应该是说，如果你这不管是你这个人，或你的声音、你的音乐，能够带给我更多力量往前，我觉得这是非常鼓励我的。真的，真的。然后你终于真的要回来全力做这件事。真的，都是因为你们这样讲哦。所以你要再说一些话来送给他们。对，大明星的那个梦想留言板啊，就是也是喜欢那个安安大明星的人很想要看到的，嗯，然后当然喜欢佩萱的人一定也会想说，哎，那如果今天让你来为梦想留言板写上一句话，你会怎么样去告诉大家，鼓励大家，有这荣幸吗？现场写，哦，这是个 live， 现场写，你可以写你惯常使用的语言，英文中文都可以，好，然后最后可以签上名字，当然这是一个 format， 就是梦想是，嗯，啊，梦想是之类的，好，那我要What dream is 这样的 dream is 哦，你写中文？对，你刚刚不是说梦想是？对啊，对对，我说都可以，我说都可以啊，真的是。我想说再给他一张英文的啊，没有，待会再来为大家那个翻译嘛。啊，对对对，没有说对，但是可以留两张。梦想是，你可以下面写英文哦，如果你比较容易的话，好像也还好，我看你写这字都还挺认识他们的嘛。有，其实我以前有练过书法，哎，啊，真的，小时候的时候，所以我写字你才艺太多，你不要让他们会太喜欢。你是学霸，然后又是个医那个药剂师，现在又是个知名歌手，这是你太忙碌了，真是。这是小时候的兴趣，你会让喜欢你的人没有办法认真上班，好吗？是追寻自己的梦想，对对对对对，来人来给他上一些粉红泡泡，快点，他现在写梦想版，梦想版。梦想是，我知道。好，你说，谁？啊，泡泡，哎，要帮你上粉红泡泡，导播对你超。哎，真的好梦幻哦。要，你还喜欢什么色？跟他直接点，那个点名。你喜欢什么颜色？粉红色不错，这是紫色吗？导播他说不够粉红。粉红，没有，因为后面是蓝色。哦，对啊，对啊。对啊，有了，他在帮你上彩色，你看他人真的很好。哇。感觉现在是二月份的情人节，真的真的真的，每天都导播看到那个开心的那个来宾来的，啊，天哪，我也跟你一起在粉红泡泡里面，我怎么好意思？就是啊，导播爱你哦，导播会说谢谢你，不用，谢谢你辛苦了。导播跟我说我可以不用的，是吧？导播现在这样讲吧，我就知道。哦，不想按到两个人，你叫他不要这样子，做人好一点，真是的。亲爱的大家，我要为你们拍那个安大明星自拍。呀，啊，来来来，啊。现在我按到录影了，没关系。那你赶快写，你赶快写，我先偷拍那个。我的有点长，欸。对啊，没事啊，你最好都不要走啊。他们就是今天就是这样想，你先在这里上班好了啦。总编辑旁边刚好有空位。哎，欸，来这里一二三呀。好。好。哎，欸，没事，哎，欸，写完了。有。那要签名啊。哦，要对哦。啊，对啊，这是你写的，欸，哇，你还画画哎。对啊，因为我觉得梦想就是要来个 bling bling。好好好。然后。好棒棒哦。20。你签完了，我就签账哦。那签个那个佩萱好了啦，我们要得到特别的，哦，可以吗？有这荣幸吗？可以。我们有中文签名哦。有中文签名。制作人是啊，那送给大家来，你一定要念给大家听。来，我你先把笔收起来，好，先把笔收，别把你的那个手给画脏了。对啊，它很难洗掉。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那个团长送给大家的梦想版。所以梦想是。哦，梦想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带给别人力量。哦，对，嗯，这就是一种很棒的，对，
真的。其实我英文想的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 inspire 人。我不知道带给人力量这样翻译是不是正确的。没关系，就你写什么，今天在这里都对，因为那是你写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翻译，就翻译完都会失真。这是我的意思。所以中文还在进步当中。给他一张写英文的，因为他等一下还会写一张英文。制作人好开心哦，快点，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你自拍。好，那我先给你拍。我要拿这个板子自拍。啊，对对对，那我先帮你拍，一二三。今天主持人不断在自肥，然后网络上朋友不断叫我姿态不要那么僵硬，不好意思哦，你知道。还好，那你自个儿拍，你自个儿拍，来来来，跟着板子拍都可以啊。你看，跟着板子拍完，然后再拍个没有板子的，那你也可以站起来跟那个后面的大家拍。对啊对啊，你都来了，大家好像都蛮忙的。不会啊，你往这边拍，就这有个戴耳机的、啊，你就跟着他，让他成为你的背景。对对对，这样拍。好。对对，你要把它拍进去哦。好像看不到。不哦，有看到了。对对对，他是认真上班，我等一下会给他两桶水。好棒！哎，你这好，哎，真美耶！这是网络上的截图，超漂亮。我认真的啦。真的吗？认真，你等一下自己回去看。好，谢谢。我有吗？有看到吗？哎，有哎、欸。对啊，对啊。我们给你好，这是刚刚哎，要看一下吗？给你 take 吗？谁？你要好，是刚刚的自拍。好好，在这里留自拍。好，先留一张，等一下那个下节目会多拍两张，好不好？对对，然后我们上传的哇，自拍也是你的强项。还好，因为其实我对，其实要练一下，我的手有时候不够长，就有点尴尬。不会不会，没事没事，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对啊，真的。这样哥不要这样。没事啊，真的很开心。你自拍比较强。我还好，我还好，我刚刚拍的有点丑。好，哎、欸，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你人从加拿大回来了、嗯，对。那所以以后他们如果有这个机会看到你在直播，就是人是在台北。对。那所以距离拉近了。距离拉近，没有时差了，我终于不用对没有时差，终于不用早上起来，然后爸爸妈妈就也正常的时间陪。你可能就是、直播结束，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时间上的安排，然后干嘛？对，就睡觉啊，休息。八月十九号的演唱会可以再次把这重要讯息公告。今天要不是你办了这个演唱会，我们还真不知道找什么方式把你请来。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谢谢你第一个上的节目，非常荣幸，非常荣幸，真的很荣幸。挑战挑战，你现在是知名的那个。新一代的要准备要征服更多更多人的那个正努力当中，加油加油，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觉得你带给别人很多健康舒服的心情，然后也让这种正能量跟你想要分享的音乐的那种情绪，就是让大家是可以感受到，没错，真的很重要。希望我真的是能够继续散发、转发、分享音乐的正能量跟感动，转发分享哦，转发分享哦，真的转发分享很重要，然后也要转发分享，就是佩萱的心意，对。哎，这个下次我来多讲一个。要要要要要，因为感受到了什么，然后就会想也告诉大家。真的，谢谢很荣幸，我今天可以跟这么靠得这么近，然后可以跟你用聊天的方式一起完成今天这一小时，然后让你陪着大家。对，我也很开心。谢谢你，真的非常高兴。八月十九号，八月十九号，演唱会的小鱼儿们见。对，然后八月十九号当天买不到票的。就我们也不是叫你一定得在户外守，但那是可以看到 Ariel 的一种方式。我只是希望之后会有更多表演。你有想要加场吗？这个真这个这个就不好说、这个，大家可以再去敲碗期待。没错，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真的这个想要见到你的人更多，他也许你就会有这样的安排。对，没错。但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担心。八月十九号已然已经有一次的机会，没错，那大家会得到满满的 Ariel 的歌声、对祝福，还有感受到他带给你的快乐，对，还有温暖，温暖。谢谢你今天来，谢谢你这样，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你到这个地方唱歌，好，当然的，聊天，一定的，一定的，今天很好玩，真的吗？对啊，谢谢安娜明星，今天欢迎蔡培轩来，谢谢你今天的到访，然后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你，我也是，祝你演唱会成功，谢谢你，祝你在台湾一切都愉快，谢谢，谢谢，下次见喽，拜拜，谢谢。